9月15日，甄子丹在微博上晒出与李连杰和吴京的合照，还调侃道：“今天天气阳光普照，来和大家分享三个不和的人在一起又聚会了。”之前经常有甄子丹与吴京不和的传闻出现，吴京之前赴香港宣传《战狼二》时也有否认，他还透露和杰哥、丹哥一起讨论剧本。相信甄子丹此次发出的合照正是三人在合作吴京所说的剧本。甄子丹的微博下有不少网友留言，谣言不攻自破，三大武神等等。吴京自导自演《战狼二》，票房飙破52亿人民币，让他跻身一线武打明星之列，也让昔日与甄子丹合拍电影《杀破狼》不和传闻再次疯传，令甄子丹不甘遭到毁谤，气愤表示：“你们造谣、断章取义、抹黑本人，我一定以法律追究到底。”而他25日现身慈善晚会，也无奈表示，当年杀破狼与吴京对打戏还是自己要求监制加码500万拍摄的，若真的不和干嘛这样做。甄子丹就说自己很欣赏有实力的人，但吴京肯用3年去筹拍一部戏真的不简单。不过甄子丹也坦言和吴京不是很熟，仅拍戏合作过。